来了，这把冒险家好像被找到了。哎，冒险家这里还敢修？冒险家很膨胀。嗯，因为免的风眼好像是我印象当中记得他是那个以华侨为主的，就是不是那种就是追击，嗯，然后那个 对。所以说，哦，他差点被封在里面，幸好跑出去了。嗯，这个位置。他敢修，其实胆子很大，很危险。一旦一个斜墙封建在里面，你就死了，就没了。哇，免还是强啊！现在这么华人流这么难打，还是能打。对，哎，你觉得他们如果因为你这套阵容选出来就是来针对他的华侨流，但你既然已经知道他是华侨流，选个医生会不会好一点啊？因为医生对呀，明哲还是为什么不选医生？对啊，你选个医生，反正补补血啊什么的就很舒服嘛。嗯，确实。这里是咒术师被划了一刀。咒术，我觉得这把他们要打一个什么三跑四跑，关键就看这个咒术师的一个发挥了。对对对对，这咒术师咒术师后期是神啊！对，咒术师在风眼面前是后期把每个人都摸一下，然后到时候谁被划就加一个红，谁被划就加。哇，这就而且咒术师就全程陪跑，对吧？你追谁先问我，我不同意你别追。慢慢的封到现在，应该要传了吧？哎，他带的是传送吗？对，他带的是传送，已经是划了四道了，这要死了呀！这囚徒我感觉，能量上面哎，好像还差一下，来，再换一个过来，封好像是被封住了吧？哦，好像被封在里边了，能量不够啊，慢慢磨，慢慢磨，一点一点给他磨死，这能量够，出不去。哎呦，好绝望！该倒还是要倒的呀，这边全部封死了。那前锋过来保一保吧。其实风眼现在还是蛮怕前锋的。风眼一直都怕前锋，排位有时候甚至会搬前锋。嗯，这个位置不好。他现在翻墙只能翻一道了，不像以前。哎，怎么感觉刚刚就翻了两道，打我脸了？前锋在哎，前锋在旁边有点烦啊，主要这边能量。这前锋在这里是真的很讨厌啊，哦！他这边先封起来再哦，可以。前锋，哦，这前锋不敢撞，不好撞，不好撞，撞的话风险太大了。还要秒救吗？要不要秒救？那撞救，撞救，撞救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撞救。对，不撞救可能就救不下来了。然后撞救没有问题，打老头撞救是没问题。对，而且这边再补撞一下的话，这个哦吼，这前锋还挺烦的。这囚徒是能有机会活下来吗？哦，又被划到了，一小刀，哎，躲掉了，那能量。哎呦，好恐怖！换一个，再找，哎，差一点儿，哎，怎么说？现在的这个风眼出来的那个速度比以前慢很多，哎，所以说华侨流的那个风眼越来越对，华侨流其实已经是没落了。对，就是因为被改过了嘛，然后现在出来就很难划中人了，你得有一个提前的预判，以前是你手速快就能划到。好顶啊！哇，好猛啊！划到了咒术，但这时候你挂咒术不好搞呀，这咒术四成孤。他要再来划这一边的冒险家，四成孤，但是只要你能，哎，冒险家，只要你能把它挂上，自己走进了包围圈。哇，免是真的不好，这边传送好了，要不直接传送挂冒险家吧，然后再通过那个去找挂咒术啊。你一样的，你挂冒险家，咒术起来了还是能电你。对，这倒是。那这边你挂咒术，说不定还能让他们救不下来。现在这里的能量，哎，划一道。免是真的猛，这个这么弱的一个华强流版本还能撞撞晕。哎，这把的这个前锋真的还蛮顶的。对，前锋挺顶的，前锋挺秀的。如果说现在囚徒跟冒险家两个人不要修机，他四神红应该不追了，去摸一摸吧。他不需要追的，他是华强的嘛，追啥？我不追的。怎么说？两个人带电的，囚徒一个电，囚徒又被划到了吗？没有，哦，不是，是刚刚被划到的。对，现在就是要摸血。哎，他有点难受，没能量了现在。对，现在求生者就是要摸血，他如果能把这个血摸起来，还是能打的，还是能往后打，因为也没有上挂飞的人，然后电击的话还是要压一下，没能量了，得压他们，压他们位置，他们压到有能量的位置去。冒险家加那个囚徒很快的，这个后面破译加速你开起来以后飞快。
我觉得这时候最好就把咒术师摸完了，然后咒术师全程陪跑。哎呦，咒术师没了，哎，囚徒死了。哎，这是囚徒，哦，我看错了。二挂囚徒，有没有大哥能保一手啊？大哥都不在呀，保不了，保不了，他们得把咒术摸起来再来。对，他们要去摸咒术，然后咒术再来保。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，这把如果能把这个囚徒保下来，哎，这个囚徒如果能让他们救不下来，对，这个位置好像是有机会的。对，有机会，这个位置感觉是有机会，他看到能量，主要看能量够不够。哦哦哦，找到他们过去的点了，哎呀，这个。这咒术，初代时期，初代时期，哇，哇，好秀，真的是纯靠滑墙，猛猛，哎，挨一刀就下来，猛，前方这里硬保，但电击差的非常非常的多，要挂吗？别挂，他知道他们没人能救，得冒险家过来救，对，而且冒险家那个位置过来的话，还要被路拦，是的，没错。这里五成功的咒术师说，怎么说他这个被拦，应该拦的话就救不下来。对，okay，这咒术师想的就是，我要是摸完血了，你这个风眼还能在我脸上跳。哎呦，哇，这又倒了，哦，这都能滑倒，哎，太秀了吧，咒术没治愈了。这里，哎，还要防守吗？还要再守一波师，把这个前锋守，哦，不对，前锋已经过半了，他把咒术滑死了，过半了，哇，前锋这波过半，意味着这个咒术倒的话是交掉自摸的，前锋倒的话就上挂飞。他的这个滑墙是真的稳，好离谱，好离谱，来看看，哎，找到冒险家了，哎，其实冒险家还挺稳的，这把冒险家一刀都没有被划，有，他有被划两刀，后来被摸满了，哦，被摸起来了，他是。不，这两支队伍其实打，就这支队伍打风眼，其实已经打的也还不错了。你要看，因为他们本身队伍对对对，因为他们也是跟风眼在练。对，然后但是他们不是，主要是免他是滑墙流，现在滑墙流其实已经滑墙流很少见，滑墙流已经绝了，绝技了，就没人打滑墙流了。现在免跟打不了，太难打。梦境还在打，梦境他不是他也他不打滑墙流，他是两边都打的，他是两种都打的。对，他两手都打，但是他一般来说还是不打滑墙，因为滑墙流真的很难打。他那天说的滑墙流真太难打了呀。对，滑墙流太难打，他只是被就是被压得太难受，就比如说那个阵容太克制了，可打滑墙。就是追的时候真的没办法追了，哎，这边冒险家疯了，就搬出去了。那你这先受一半血，然后这边一个超频没了呀。滑死，好，在这里面了，直接带走你了呀。对，我去，好凶啊，真的好凶啊，自杀了呀，老头那个觉得基本就是不是自杀就是死出。刚才那把老头就是这种东西，就是很恐怖，很毒，太难了，应该是自杀没跑了。这个局打到这个局面，一个交掉自摸，一个上挂飞，这，哎呦，被看见了，超频的。100多点能量，能不能安排你？根本过不来，好气啊！现在前锋过来，好气好气。但这边的能量是有一点。前锋你又来了，前锋你又来了。对，你上挂飞的，你敢来救一个还没过半的？打一刀，救不下来，救不下来。能打哇！这里这个地方其实老头他是可以隔墙打到的，这里。对对对对，是的。前锋这边上挂飞的，你救下来，我把前锋没事，大不了就是让你把人救下来，然后我打你一刀，啊，我再调能量，封一下，哎，交个三成锅把人救下。哦哦哦，走不掉，走不掉，走不掉，这位置走不掉。去了一刀，再垫一手，那挂哎，解插刀啊，不是解插刀，哎，他刚垫完立马挂，他没有那个垫的机会，哎呦，没机会，那这个地方应该是没，他没办法，他刚垫完 CD 了。冒险家手上有没有一本？其实可以先，不是万一他可能，哦，他想把冒险家封死，然后再回头打这个电击一点没了，哎，这边被封死，然后把冒险家给秒了，哎，这个一点机会没有，走不出来，好气啊！哎，为什么这个墙先掉啊？不知道怎么掉了一截。好像是那个控制台在那里，哎呦完了，哎呦完了，哎，电击点亮了，初代时间
传送交掉。哎，这传送还交了，很难受。这要拦不住冒险家的话要出事，能不能拦住？拦得住吗？还差一道，还差一道，最后一点能量。哎呦，没回到。拦住吗？哎呦，先把门的这个给踩了。哎，这个好像除了囚徒没必要踩，因为这个除了囚徒其他对其他人用不了。哎，这边好像封住了，好像封住了，封住了，封住了，冒险家也死了。哎呦哎呦，没封住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刚才那个差一点，但没关系，冒险家死了。咒术师被看见了，170点能量。一封好，回头还不止170，他还有，哎，还被划到了，还被划到了。好好好，再换一个镜头。封住了吗？哇，这个能量满，这个能量满，来了，看了，切水果。我去，开始了，500点安排点。怎么走？哎，再回来一道，没了，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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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带走了，没了。我的天，好凶！哎，翻出去！哎，很灵活，很灵活，很灵活。哎，这波很可以啊，下了块板子翻出去了。但在现在没有人开门啊！哎，找到了，一刀，冒险家起来了，冒险家交字幕，冒险家起来了，但是他没办法，好难受。好，咒术师倒了，哎，冒险家，哇，好猛！他现在慢慢压制着冒险家就可以了。倒了，哇、哦，好凶，太恐怖了，脸还是牛逼啊，好顶。